出去买鱼，做个麻辣鱼。哥们儿做的鱼相当的好吧，不吹牛皮了。走，那个买凉面真的是锻炼人，像那种热度一点儿没感觉到热。1:30，我不走，我都要走晒太阳的地方。哎，那个是哪？黄辣点儿，黄辣点儿，过来弄黄辣点儿。今天弄草鱼，最小的嘛。那个胖子鱼做的。今日消费35.29块。那个鱼我已经想象出来有好好吃了。一锅的鱼还是分开。他一锅的都加了2000块钱拿出来的。我一起。不巧。没法。用你勤劳的双手，还加班辛苦，加点蛋清哈。加点红烧海参，二配菜，那天才学好了，他们说离结婚都更进一步。点萝卜才可以。这是内脏，那次是我们的那个风头戏的前戏哈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配菜。盐巴，点料酒，喂，姑姑，吃饭了？哎，你不管弄的什么菜嘛，你先下来不？好，好，快点。不过我说那个菜可以的话，那属于 OK 了。耶。哎，你怎么领的？一荤一素，坐。那个，拿过来。拿出去。来，吃。
啥来的味道没有？有点熏了。这是什么？赶紧擦干净。啥还有没有味道？说实话，实话评价哟。没有味。有啊，有味。嗯，有点好味。真的吗？那我拿两个啤酒。主要是吃香橙的。没，哦，那你说的假话了。哎，正儿八经好吃。好吃多少钱？那我在那个哪还是吃起的，不好吃的话，第二顿又吃嘛。我以为你出摊了，干的。嗯。哎，是有点嫩的。不然的话，不然你也弄哈。嗯。十八斤的还可以啊，好久没吃那些大餐了，好久没吃有油水的东西了，所以那个鱼放油放的有点多啊，还豆芽那些哦，配菜哦，嗯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有跟那个乒乓球卡博呢，他们在里头。要不要家居安装失败？可以。他说他们重庆现在那些是用银子，是定制的，一样的。他们小姨，反正都是组合，组合起来的。他说他们老板儿喊我给他打个电话去，又会开车，如果稍微有那个的话，啊，他原来他想跟我说，他说可以噻。他说又会开车又会安装的话，一个月有1万左右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要得，看一下嘛。哎。